我的下巴歪了。你说我长得算丑吗？那我们是什么？性伴侣啊。手术会失败吗？我需要利益中啊。哎，不到不准鬼啊。疼啊。真猛啊，这罪你都受得起。您的预算是多少？3000块。我们医院呀，有个新产品叫引波。别说了，不要。女人可以一无所有，有对胸就可以了。我的胸呢？我们这里可以分期付款。那医生，我想做一个安吉丽娜·朱莉的嘴。嗯。我最讨厌人家去整容，真的以为折腾那张脸就可以改变命运。